旁边有肿过，是不是？嗯，稍微有点肿了。对，要不然它旁边不会这样。上次来就说里面不是有个那个什么包吗？对。然后。你回去没擦碘伏吗？擦了。我好像上次修，现在为什么没几天？是不是？看那个指甲长度得有个十来天了，至少。忘了。得有，因为指甲这个长度它能看出来。夏天没来，嗯，怎么的？怎么愣有十来天儿？对。俺大象是上次回来没给我动，嗯、没不让他动，想来就给你给我起开。嗯，你要是有空的话，过来就不动比较好。嗯然后没空呢，自己稍微动一点，没办法。现在不跟夏天那么忙了，现在是有空。嗯。关姐，你在公司啊？啊，我有个朋友车好像有点问题，重新过去。关姐，我现在我好像大家好多人都不在这儿了，我也不知道谁管这个售后那边，我去找谁。啊，刘芳在那儿。啊，行，那我找他吧。啊啊，行。完了，上回俺朋友买那个迈巴赫，他找你了这块儿。啊，今天啊，行，那你上次他用公司名买还是写的媳妇，我也忘了，他好估计好像在广州隔离呢，应该没回来。啊，应该是没回来，我记得他弟头两天给我打电话的。啊，好啊姐，那你帮我照顾着哈。行，哪天休班没事过来玩吧。我在这开发区里面，啊，好嘞，哎，好嘞，姐哈，哎，好。长得也挺快。你直接上售后找个售后经理，叫刘芳，你跟他说是管总让你去找的，你别提我，他跟我也认识。啊，找刘芳刘经理，啊，专门管售后的。啊，好了哈。
长得也挺深。你看，是不是？你坐这儿吧，哥，等一下，最多十分钟，我这儿就结束了。好的，告诉我，等一下。好嘞。现在给你捏一捏，是不是？嗯。Thank you.